我现在介绍一下哈，这个 Scratch 呢，其实也可以跟 Wii 的那个手把来玩哈。那之前用那个 Wii 的一个角度感应器啊，做过一个案例的哈。那今天是用到它的那个红外线接收的部分哈。那之前呢很多的用途呢是用在那个电子排版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把一般的那个手电筒呢，把它改成了用红外线的 LED 灯哈，来做定位的一个部分。那这边呢，我用到 S 那个这个红外线在接收到的一个点呢，它的 X 轴跟 Y 那个 Y 坐标呢哈，来决定呢那个乐器跟要使用的一个声音的音高。那X 坐标呢是来决定这个乐器的哈，就是有那个电吉他、管中跟法国号。那这边就是音阶哈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到哆哈。那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啊。会有点不敏感啊，好，我大概这样用一下。好，那我来示范弹一首歌。为什么要用不同的乐器呢？好像比方说那个圣诞的歌曲呢，我用不同的乐器就会有不同的一个风格了。好，那这边来试一下啊。